讲啦，好嘛？快讲啦，今日其实冇啊，剩翻乌南啫。即系我哋讲，其实而家打扎波罗热啊，咩就都系喺扎波罗市，即系扎波罗热市以南啦，大概80公里左右啦。喺嗰个嘅核电厂啦，嗰边咧就准备咯，即系想打上去咯。咁就嗰边咧就应该系喺克里米亚嗰边啊。咁啊，佢哋会有啲嘅防空导弹型。咁啊，提防烏克蘭嘅反擊咯，咁啊，都係赫爾松呢地方咧，就做呢個嘅防禦咯。其實烏南就唔算話好特別咯。咁啊，我哋俾大家睇下咧，嗰啲嘅兵力嘅佈置啦。咁啊，兵力佈置你見咧，大概呢度擠咗三個營咯。喺呢邊咧，上咧搶攻，喺呢度搶姜上去。咁但係對家咧，亦都有三個營係防你嘅，扎波羅熱市啊，大家見唔見到？都几明显噶啦，即系好明显嘅目标喺呢度啦，扎波罗热一个位，得唔得啊？大家头先讲讲下断线冇窒嘅，哦，即系断嗰下唔窒，而家反而窒，而家好啲冇咁卡系咪啊？正常运作翻系好啦，即系一路慢慢碌落去啦，个人，其实时间差唔多啦。即系想同大家讲咧，就乌南呢边咧嘅集结咧，大概就想攻击扎波罗热咯，呢个好明显噶啦，打呢边啊，你见呢边嘅兵力就唔算话特别好嘅，但系就连拉耶夫嗰边咧又拉扯翻啦，咁所以好啲嘅，因为佢哋都要防卫赫尔松啊嘛，系啊，咁啊，不如咁啦，直播咧可能我谂完咗佢先啦。会唔会啊？会唔会唔正常啊？正唔正常？如果唔正常，我就完咗佢，再录其他俾大家。正常翻系咪啊？有线松咗，检查下个麦好啲，个麦又好似冇嘢喎。正唔正常啊？正常啊？正常冇卡。OK。嗱，烏南呢個情況呢就大概咁啦。咁啊，另外呢，我哋呢就再講下啦，即係包括呢就講到澤連斯基啊。咁澤連斯基呢，佢哋就接受訪問啦。係啊，咁啊，澤連斯基接受訪問，同埋佢太太啦，都接受訪問啊。好似 CNN，我要睇翻下，睇下啲資料睇下佢。嚟紧系同即系边个做咗个访问，咁我觉得都几 sweet 嘅，即系两公婆一齐，即系俾人哋访问，系咯。咁另外我哋讲到俄罗斯嗰边都系啦，阵间讲下。咁啊，讲翻泽连斯基啦，泽连斯基同佢太太啊 Olena。Olena，咁我哋睇睇 Olena 嘅第一夫人啦，咁啊一齐咧接受咧呢个电视采访。咁我谂 Olena 咧，其实都系要承受好大压力嘅，即系谂下佢即系佢先生咧，其实就系总统啦。咁所以咧就都系会面对咧好大嗰个问题咯。咁啊，当然你见咧，其实个访问佢哋应该系分开嘅，就唔系一齐访问嘅，即系呢个应该系佢哋对上嗰次啦。啊，讲翻啦，奥拉娜咧就佢话好耐都冇再见过泽连斯基啦，即系由佢2月23、24嗰阵时开始打，所以佢都话咧成两个几三个月咧冇见过佢，所以佢哋同乌克兰咧其他家庭一样噶，即系都系咧父母要分离啊，可能大人同细路要分离啊，相当之惨，即系呢啲位咧，你见到咧就战争嘅可怕啦，系完全系将佢哋啲屋企咧拆到散晒嘅，咁咧就Olena 都冇特别投诉嘅，即系佢觉得佢先生都系以工作为主咯，佢明嘅。咁咧就另外咧就乌克兰嘅电视台都有问到佢，你觉得会唔会佢先生咧即系俾战争抢走咗啦？
咁佢就话冇人可以喺佢身边抢走佢先生咯，即系就算战争咧都一样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 Olenna 都系好正面嘅，即系佢觉得呢场战争啊，既然要嚟咯，无可避免嘅，咁咪嚟咯，即系咁讲。咁同埋咧，又咁讲啦，即系呢个咧，即系今次咧呢个访问咧，其实佢都唔可以同泽连斯基见面啦，因为佢而家系被安排一个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就唔能够出嚟，咁啊，如果佢出嚟咧，就俾人知道位置啦，咁啊变咗冇意思啦。之前去保护佢，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就一个电视上嘅约会咯，即系咁样去访问阿 Olenna 咯。咁啊，佢哋再对上嗰次就要去到再做啲啦，就系咧佢哋出席咧，当时咧佢哋嘅前总统啊，咁啊一位咧前总统嘅丧礼，咁嗰时咧佢哋一齐出席。咁啊，大家亦都記得咧，泽连斯基啊，好早嘅時候咧，佢同大家講過嘅，就係咧，佢係成為咗俄羅斯咧要暗殺嘅第一個目標，而佢屋企人就第二目標咯。咁所以咧，嗰陣時咧都好危險，但係泽连斯基咧堅持要留喺基輔，佢點都唔走噶啦。咁啊，佢曾經講過，我 I don't want a ride, I want ammunitions，係嘛？佢要武器，佢唔係要走。咁我覺得咧，呢個咁正氣嘅説話咧，激嚟到烏克蘭人，咁亦都咧點亮咗我哋啊一個自由世界嘅心啦。即係嗰刻我都覺得，唉，真係傻佬嚟嘅，有得走唔走，係嘛？真係隨時死㗎，係咪？即係嗰刻邊人諗到會局勢發展到而家咁？但係你冇佢當日嘅堅持，係嘛？幾乎又有冇可能可以今時今日可以受得到？咁啊，我哋都讲翻啦，Olenna 啦，同佢细路咧，咁啊，当然咧都俾泽连斯基安排啦，即系都喺其他地方咧，应该我估喺尼沃夫噶啦，应该当时撤离咗喺基辅啊，咁啊唔会喺基辅，你应该去咗尼沃夫啊，相信。咁啊，当时咧，即系佢做翻个回忆啦，佢都话，即系当时咧，就佢老公啊，瞓醒咗之后咧，就再讲喂，打仗喎，就系咁啦，跟住就出咗去啦，系啊。咁啊，即系换好衫咧就走人啦。咁所以就好平静嘅成件事情。咁但系就即系你感受到，连第一家庭咧，其实呢件事情咧都会受到影响咯。咁同埋你又见到咧，泽连斯基咧好鬼勤力嘅，即系谂下佢基本上即系佢日日就同翻佢哋嘅人民讲话啦，又同咧世界唔同嘅议会做一个沟通啦。即系大家记得啦，包括咧法国啊、德国啊、美国啊、英国啊。好多啦，就 even 咧，其他公众场啦，例如咧，我哋讲格林美啊，即系你又见到佢啦，康城影展咧，你又见到佢啦，系嘛？荷里活我唔系好记得有冇佢份，即系咧，你见度度都有佢踪影，咁你知佢好勤力一个人，亦都咧宣传呢度嘅反战啦嘅信息，同埋大家咧记唔记得佢喺开战嘅时候咧，佢亦都呼吁过，例如话设立禁飞区啦，咁啊叫大家咧俾多啲战机佢哋啦，即系好多呢啲呼吁嘅。俾武器啦，系嘛？即系好多呢啲呼吁，制裁俄罗斯啦，呢啲咁嘅呼吁咧，其实你一睇翻咧，好多都中噶，即系制裁俄罗斯啦，虽然迟，但系都中啊，系咪？跟住然之后你话禁飞区就冇嘅，但系战机咁而家就算唔系俾战机，你都俾战机零件你啊，系咪？坦克又真系俾你啊，火炮真系俾你啊，钱佢又有啦。入歐盟又有嗱，而家咧係你問我咧，佢係有兩樣嘢做唔到嘅啫。第一個咧就係、是、你要劃禁飛區咧，就真係唔得。即係禁飛區呢個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就佢哋真係唔制。咁啊，第二個咧就是、入北約，咁啊呢個都唔得。咁我覺得咧就而家泽连斯基就唯有運用翻佢嗰個影響力咯，即係我哋覺得佢係一個世界級領袖。咁啊！而家边个领袖都想见到泽连斯基，即系每一个都想同佢集邮，因为佢系全世界嘅风头人，即系所有讲政治 number one，去边一个国家选总统、选总理都一定赢嘅，就系泽连斯基。即系大家睇到佢人格嘅魅力啦。嗱，佢办事咧，我哋就唔知有几犀利啦。不过咧，大家亦都知咧，即系做到一个咧国家嘅领袖咧，好多时咧人格嘅魅力咧，可能系比你办事嘅能力更加重要，因为。其实好多嘢都系个方向得噶，即系你唔使话你落手落脚做。咁啊，做到总统咧，就第一你要系人民嘅表率啦，你啊真系要俾人民睇到你有心有力，
同埋最緊要咧，我都覺得係即係坦誠呢樣嘢好重要。即係或者你唔係去欺騙個國家，揾國家著數嘅。即係例如你見阿富汗嗰個前總統，即係都未打到嚟走咗咯。嗱，我先唔好講你冇攞一劫劫嘅錢啦，係咪？你咁樣走咗就已經成個政府冧咗啦，係咪？嗰陣時都未打到入嚟，你就走咗啦，咁所以未兵敗如山倒咯。咁大家為咗咩做先？同埋佢哋出糧都唔係成日都有糧出噶噃。咁但係你見到咧，烏克蘭人就唔係啦，就算有冇糧出，佢哋都保衞自己國家。咁所以你話阿富汗人同埋咧烏克蘭人呢一次。同樣咧，你見咧都係緊講緊呢半年或一年內之間嘅戰爭咧，大家睇到咧兩國人民啦、兩國嘅領袖咧個高低非常咁明顯嘅。啊，所以咧都見到咧，就即係今次咧個訪問咧，我覺得咧 Olena 咧都應該係為佢先生自豪嘅。咁啊，另外咧，我諗咧就大家都應該有即係想睇呢個《人民公僕》啦，咪 Netflix 咧而家咧上啦，香港區應該都有得睇噶啦，咁我自己咧就 Netflix 之前退咗訂，係啦 ，join 咗 Disney Plus， 咁 Disney Plus 就啱啱冇，係啦，咁我就睇下有啲咩途徑，咁啊睇翻啦咁樣，咁啊我老婆即刻同我講，不如訂翻 Netflix 啊咁樣，咁啊我又覺得好似好戇居咁，喂真係呢個月斷啊，呢個月續翻係咪先？即係成件事都好似搞笑咁，咁啊睇翻啦，因為我都想睇翻人民公僕嘅。咪即係睇翻佢以前，即係點樣嚇？由演員做總統，係咪？即係有啲人調翻轉講，就係佢一做咗總統以後，就要做翻演員，即係要做翻曬咧，即係嗰啲七情上面啊，點樣 sell 人哋呢樣嗰樣。其實我咁諗啦，你每一個人喺一個崗位嘅時候，你都係要 sell 你啲概念嘅。咁啊，你咪要演員 sell 演嗰樣嘢出嚟嘅。所以戲如人生啦，人生如戲啦，只能咁講。Olena 咧咁啊，最後咧亦都講到啦，即係要關注翻咧烏克蘭女性嘅問題嘅，包括咧呢啲同工同酬嘅問題啦，好大陸啦。我最緊要其實呢刻唔係呢啲啦，即係大家知呢刻咧就係我哋講緊咧烏克蘭嘅女性咧被咧俄羅斯嘅軍人侵犯。咁咧喺康城影戰咧，亦都有一個咧裸女咧出嚟咧做咗呢個戰爭嘅指控，即係咧你打仗得，但係你咁樣侵犯咧別國嘅婦女係唔啱嘅。呢、这个咧系人渣所谓，即系呢啲战犯咧嘅罪行，相当之不该嘅。咁啊，讲起咧啲相当之不该嘅嘢咧，咁咧就俄罗斯咧，即系其中一位咧军官啦，咁啊最后咧就喺咧乌克兰呢边咧落网啦吓，咁咧就佢咧亦都咧系被审判嘅。咁咧老实啦，即系咧佢被审判咧，即系而家你见啦就。佢系面对住咧一个死者家属，因为咧佢咧当时咧其实咧就枪杀咗一位咧62岁嘅男人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都被众矢之的噶啦，基本上就包围住佢，咪捉咗佢，所以咧就要做一个审讯。咪其实咧亦都问到佢啦，佢就话系一个自卫啦，咪当时自卫嘅时候咧就杀咗。咁但系咧，老实你面对住对方嘅遗孀，同你讲，喂，佢踩单车出街，佢完全嘅成件事系冇武装嘅，你做乜杀咗佢咧？系咪？咁所以你喐咗佢啦，咁啊，即系相当之唔开心嘅。所以咧，亦都啊，即系最后咧一致裁定啦，佢咧亦都系需要啊去做呢个嘅判呢个终身监禁一个情况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位咧死者嘅遗孀咧，其实都好大方嘅。其实咧，佢最后咧亦都有讲到。就话你我放都得嘅，即系如果将来俄罗斯系要交换罪犯、交换嘅时候，咁啊要佢，咁啊同埋咧阿速营咧嗰班咧交换咧，咁我都可以放过佢嘅，即系咁样讲。咁所以咧就观察到咧，即系其实即系乌克兰人啊，即系佢哋都系一种生命大义嘅民族啊。即系谂下，即系佢先生就系俾呢个人渣射杀噶啦，即系好明显咧就系。当时根本就佢先生系冇任何嘅反抗，亦唔系军人，一个咧普通嘅村民，咪踩单车出去可能系买物资嘅时候，咁咧就俾佢杀死。而当时问及佢咧，其实佢系唔会收到任何人嘅指令去杀人，即系靠佢自己嘅 concept、自己嘅判断就走去杀人。咁同埋你要知咧，就系、是、当时有佢就话咧，战车上面有两位其他嘅军官 order 佢做。但系佢哋發現咧，嗰兩位軍官咧，其實同佢個 rank 係唔相稱嘅，即係話對方其實唔會指揮到佢，咁所以咧，好明顯殺人就係佢嘅決定。
所以呢个咧就被判为谋杀啦，即系咧呢个嘅乌克兰嘅公民，咁呢个嘅罪行啊，即系最后咧就将佢绳之于法嘅。咁所以咧点讲都讲唔通噶啦。佢嘅辩解理由就话自己唔识国际法嘅，净系知道咧揸枪就系要去保卫国家，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就需要杀人咁样咯。咁你睇到咧，其实俄罗斯人咧其实好麻木嘅，即系你见到咧可能一般咧普通嘅男性啊，呢个。士兵唔细嘅，嗱，你睇佢样系营养不良咁样嘅，嗱，佢咧其实就21岁噶啦，即系21岁噶啦，咁啊成个僆仔咁嘅样，咁啊21岁都系僆仔嚟嘅，又咁讲，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今次被拘捕啦，亦都做一个好好嘅示范，就系俄罗斯人咧，你咧犯下一啲嘅战争罪行啊，其实佢就唔算话特别严重，即系如果你话佢同布查嗰啲比咧，佢就未算系最犀利啊，但系老实啦。即系咧，你都系需要咧负上嘅责任嘅，所以咧就都需要啊，即系嚟紧，即系去做一个示范俾其他人睇。即系究竟咧，如果你喺乌克兰犯下罪行嘅时候点咧，亦都警惕啦，喺乌克兰境内嘅俄罗斯士兵咧，其实你就唔可以滥杀无辜。即系例如话你去攻击军事目标 OK，但系如果你攻击嘅平民咧，其实系相当之唔许可一件事。即系唔可以咧咁样选择性咁样攻击咧平民嘅状况，咁呢个咧系唔得嘅。好啊，今日其实差唔多啦。系啊，等下先啊。好，诶，都仲有叻啊，咁唔紧要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好嘛？原声系俄语，系啊。咁我哋咧就嚟到呢度先啦。咁今日网友其他嘅，讲唔够 chop 啊嘛？咪声太大声，会爆咪会爆咪好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好嘛？系啊，咁我哋呢个嘅 Day 90啊，乌克兰间战报嚟到呢度先啦。系啊，咁我休息一阵先啦。咁啊，我哋喺呢个嘅。今日第91啦，我行紧节目再见啦。好啊，好，拜拜。